馆长在面前看起来是淡薄疲劳，不过对着球方侏罗纪公园的建议是听甲真详细，因为除了是竞选期间的政见以外，也是给地方会当成功活化的机会，所以财政部出参市长陈国基就先提出看法。可能也要请县府这边要去注意，如果今天文化部认为说，我还是要用啊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我比较建议就是，可能还是先请县府这边，对于这边的土地使用计划，那到底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？因为你现在只能说，我做一个侏罗纪公园。那当然侏罗纪公园，那也许他认为你这是一个观光类型的部分，跟他文化他部分他说不一样，那到底我要维持我的原来的文化的东西，那文化部也可以讲说我也要自己来活化。经过一天的勘查，牺牲休困时间，在县府内部召开会议，互相来探讨对着侏罗纪公园未来的规划，县长林明进也提出初步计划。第一个就是一直深这个地方就留5公顷留着做文化，也是继续推动文化使用。那么其他的其他的大概25公顷我们就来规划这个恐龙还有鸟园，甚至也请专家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，我们把它都纳进去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观光景点。就着会议来听出财政部对着地方的建议，林明进也表示，希望会当伫后礼拜邀请文化部亲身来会勘，尽速来完成QQ方的规划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